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时国画入门。今天呢，咱们学习画这个杜鹃花。杜鹃花呢，有许多种颜色啊，漂亮啊。今天呢，咱们画这个杜鹃花里面浅颜色的花啊，浅色的花主要是这个黄色跟白色的啊，因为杜鹃花里面经常见到是红色的啊，还有一些紫色的。啊，今天咱们学习画这个浅色的杜鹃花。啊，首先我说一下颜色啊。今天用到的颜料是有团黄、啊、花青、心太白、朱砂、朱标色啊，这个毛笔大的啊，这个尖好，或者是您平常用的大白云都可以啊。这是用来画花瓣的，另外呢还有这只啊，画树枝的大狼毫啊，长锋一点的啊，画树枝用的这个啊，这个大蓝竹啊，或者长锋的这勾线笔啊，这是点太点以及画叶金啊啊，勾一些细节用的这种笔。还有一支笔啊，这个笔染上面的颜色啊啊，小一点的或者是大白云也可以，小白云、中白云都行啊，也行。好了，现在就开始画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画花瓣啊，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花瓣怎么画。咱们先挤这个心太白啊，因为画黄白色的这个花需要用到白色的颜料，用心太白。这个白色等一下画的时候，因为也是特别的浅，所以调的时候啊稍微厚一点就行了。好，您在挤颜料的时候啊，一般都是用多少挤多少啊，您可少挤一点啊，等用完了再挤，要是一下挤的太多了啊，用不完的话就干掉了，那就浪费了。好，咱们先调这个白色啊，拿这个啊尖毫笔蘸水，好，充分的啊把这个笔全部啊让水啊打湿以后，然后在这里面啊调这个白的，每次少加一点水，加的太多了您调的太稀了又还得重新加颜料啊，先加一点，先试一试啊，每次少加一点。好，这个浓度差不多了啊，浓度差不多了，搅一下啊，搅一下，笔上多余的刮一下啊，笔尖再充分的融合白色。我这样一搅一刮再一蘸啊，这个笔尖上的颜色就特别的啊白了，特别的白，特别的厚了。好，它的花瓣是这样的啊，五瓣，杜鹃花是五瓣，可以先画一组。啊，这是一组，这是一个杜鹃花啊，这是一个杜鹃花。然后我们再画后面，再画一个被打上的，先画边上的就可以了啊，这就看见三个瓣就行了。这一组啊，这是一组，是三片，三个花，然后这边上我们再来两朵花。稍微高一点啊，这又是一个，再来一个朝下面的啊，这个是漏风画的啊，一般是笔尖都露出来啊，漏风画的这个杜鹃花。再画些花苞，花苞没有开的这个地
您现在这是白纸上画白色的画板，看不见啊。您画的时候，尽量的啊，仔细观察，这个颜色，特别不容易，看得那么清晰，因为您画这个白色跟这个白纸的颜色反差不是特别大，所以咱们等一下用一个反衬的方法啊，把这个瓣儿，给它凸显出来。好，在这儿再画一朵啊，再画一朵，在纸边上啊，这儿有，好，这靠边了这朵，啊，白色的话，啊，在这儿咱们再画一个小两个。小的花苞啊就行了，基本上这白色的花已经画完了，然后呢就是画一些这个黄颜色的花啊，黄色的花，这个黄色杜鹃花是先挤藤黄色啊，咱们挤上藤黄色。然后挤这个朱标颜色啊，朱标色不要太多啊，少挤一点啊，这个朱标色用量非常的少。好，颜色是这样啊，还是拿一只大的大白云啊，或者中型的点好笔，先蘸藤黄，先蘸藤黄色，整个笔啊调成藤黄，调完之后呢，您发现这个上面水分太大，可以刮一下啊，然后笔上笔尖上蘸些朱标。不要太多了，蘸朱标的目的是为了啊，这个黄色不太明显啊，蘸了它之后就显得更加清晰了啊。先在这儿画一朵，这一朵，远处，远处啊，可以画一深一浅啊，这是这样画的。朱标没了，补充一下啊，这个浅色的笔上在这个笔洗里面涮一下啊，把颜色调浅一些，蘸一些很淡的朱标色，稍微画低一点啊，不够浅再来，这朵浅的可以画稍小一点啊，这又一朵啊，然后画些花苞，在这个位置你可以画一个花苞。好，再画个深的颜色的花苞，这个位置啊，画两个就行了。啊，基本上呢，这个花啊都已经画好了。然后呢，等它干了之后再画花蕊啊。现在我们就开始画花托啊，也是花蒂啊，也叫花蒂。先挤这个花青，还有藤黄。因为是画草绿色的，花青色啊，稍微多挤的，等一下画叶子的时候要用到，然后挤藤黄色，藤黄挤到这边，另外呢还需要用到一个胭脂色啊。用了一个胭脂色，因为画的这个花托上面深的这个部分啊，
绿色深的这个部分可以用胭脂色来画啊。胭脂色也挤到这个盘子边上啊，挤到这个盘子的边上，挤到这个位置就行了啊。好，现在咱就把这个花托给画了啊。花托可以用这个啊小一点的笔画，蘸水笔，先调这个绿，蘸藤黄，水分不够再加，先调嫩一点，笔尖上来画青，然后再来一些胭脂色，然后开始画这个花托，先画白色的啊。您看啊，是这样画的，这两个顺便画出它的啊花柄啊，上面这个，上面这个，好，这个花托呢基本上都画好了。然后咱们就是画它这个花瓣上面这里面的这个花蕊啊，花蕊还有以及花瓣上面这个上面这个斑啊。先画白颜色的啊，因为是刚开始先画了白色啊，这时候啊就可以画了，调嫩一点的绿色啊，黄色多一点，黄颜色多一点。花瓣上这个绿啊，这是一些斑啊，这样点一下就行了啊，不要太多啊，点好，这个点不要点的统一了啊，有大有小。这个上面这个啊，可以用曙红啊，稍微深一点的颜色，或者是淡烟的东西，或者是朱砂、曙红，或者是淡的烟。好，咱们用这个白点红吧，朱砂。啊，黄色的也是有斑的。好，这样就画好了。啊，还有这个浅色这个，花托也要画，调绿色，蘸胭脂。啊，这个稍微浅一点的，浅色的花上这个颜色浅一点。好，这个花瓣上面这个都已经画完了啊。然后啊，咱们可以画这个花蕊啊，花蕊的时候是这样的啊。这个里面啊，可以用这个胭脂加墨画啊。这里面呢浅色这个花蕊呢，咱们可以用这个也是浅一点的赭石或者赭石加墨。这个蕊丝呢它是这样的啊，中间一根长啊，周围围着一圈短的啊，
具体画法是这样的。啊，我今天呢，打算把这个黄的跟白的都采用这个胭脂加墨，啊，也可以加一些花青在里面。首先呢，蘸胭脂色。笔尖上来点墨啊，稍微的把这个胭脂调一下啊，调一下，这样出来不会太阴了啊。虽然这下面这个短的啊，也不要画得太整齐了。是有分着长短的，中间这根是长的啊，花蕊点上去啊，也可以先画这个蕊，再画蕊丝都行。啊，这个先画一根长的。再画这个围着的短的啊，这样画也行。画的时候可以连笔啊，画长的、短的。黄色的，这个笔太干，加些水啊，重新蘸。Thank you.